好，各位前端大佬，来看一下这个 bug 是如何产生的。上面是一个文本框，我在这里边呢写一些关键字，下边呢会出现一些搜索的建议。我这里就是模拟的数据啊，服务器呢经过一段时间会返回一些搜索建议。其实我这里呢就是把这个关键词呢在不停的重复。注意看这个 bug 是啥，搜索四五六，结果好像没啥问题是吧？然后再来写快一点，这样子来，这样子来，这样子来，你看是不是出问题了？最终的搜索结果呢，本来应该是一二三，两个一二三，三个一二三，它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呢？检查一下代码呢，代码没有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这两个函数，一个呢是监听文本框改变的事件。每一次文本框输入的时候啊，我把文本框的值呢拼接到一个地址栏参数里边，然后发过去，拿到响应过后，把响应的结果呢调用一个函数生成一些 TMP 元素，把这些元素呢放到这个位置，没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bug 呢？那么这里就涉及到请求的顺序问题了。看这张图，当我们不停的在按键的时候呢，它就不停的在发请求。比方说我们按了三次键，它发了三次请求，一二三，请求的发送顺序是没问题的，但是请求的响应顺序可不一定是按照我们发送的顺序来，对吧？每一次请求服务器的处理时间不一样，每一次请求网络传输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说请求到达的顺序它并不等于请求发送的顺序。这就意味着我按了一二三，它最终到达的请求是二这个请求的响应。那么我们把最后一次请求的响应它的结果添加到页面上，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针对二这个请求的搜索建议，而我们期望的是要看到三这个请求的搜索建议，这就是问题造成的根源，响应的顺序跟发送顺序不一致。那有同学说我能不能使用防抖来解决呢？防抖解决不了。看一下下边这张图啊，防抖能解决吗？比方说我按键一二三，这是键盘的视线。哎，我现在用了防抖了，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请求的发送它不是立即发送的，它要等一会儿。你看，我按了这个一过后，到真正要发送一这个请求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等一段时间？如果说这段时间里边我又按了这个二，那么就相当于是我把之前那个等待就取消掉了。你看，我这里用了个半透明，表示之前那个等待取消掉了，一会儿呢不会真正的去发送一。我又按了三，那么二这个等待它又被取消掉了，所以说最后呢只发送了一个三的请求，一二没有发送，那么最后呢得到的结果当然是三，好像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考虑这么一种情况的，我按了这个一，它不是要等待一段时间吗？哎，这段时间里边我恰好没有任何动作，那么一这个请求呢就发出去了，发出请求过后，请求还没有收到，这个时候呢我又按了一个二，所以也得等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过后，二这个请求呢也被发出去了，那结果不一样吗？请求按照顺序发送，但是呢响应的结果它不一定按照发送的顺序来进行响应，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最终还是拿到的是一，并不一定是二，所以说防抖解决不了。那么节流能不能解决呢？节流也解决不了，那节流的问题就更严重了。你看哈，我按下按键一，它马上发送一这个请求，我按二和三，由于按的太快了，这个时间间隔还没到，所以呢它的请求都不发送了，那问题是不是更严重了？只收到了一个一的请求，我希望的是收到三这个响应结果，所以说防抖和节流呢都搞不定，因为它没有触达到问题的根源。那么正确的做法该怎么来解决呢？就要用请求的取消，就是你发送随便发送，你发你的一二三你发，但是我每一次发送请求的时候，我要把上一次请求取消掉，发二的时候把之前的一取消掉。什么叫取消？就是我不要你这个请求了，因为我按了二，之前那个一的响应跟我有关系吗？就没关系了，所以我不要你了。而发三这个请求的时候呢，把二给取消掉，对吧？永远取消上一次的请求，这样子呢就可以保证拿到的响应结果只有一个三啊。当然这个取消呢，前提条件是上一个请求它的响应结果还没有拿到，一旦拿到了就不用取消了，对吧？取消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也不会造成任何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上一个请求还没拿到，下一个请求又发出去了，这才是造成问题的根源。因此呢，我这个取消动作就可以把那些发出去了还没有收到的请求告诉他我不要了。那具体代码怎么写呢？也非常简单啊，这里一个 fetch 呢有第二个参数啊，它是一个配置对象，里边可以配置一些东西啊，其中一个叫做 signal， 表示一个信号，我们可以给它传递一个信号，当这个信号将来告诉它被取消掉过后，那么这个 fetch 呢就抛弃掉了。那么这个信号怎么来传呢？它是通过另外一个对象啊，叫做 abort controller， 表示终止控制器。这个终止控制器创建过后呢，它里边会提供一个属性，就是一个信号属性，你把这个信号传递给这个 fetch， 那么这样子以来这个控制器就跟这个 fetch 关联起来了，将来如果说你要取消这一次请求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调用这个 controller， 它里边个函数叫做 abort， 一调这个函数，那么这个控制器它所关联的 fetch 就会被取消掉。当然这个代码呢不能这样写啊，我们得取消什么上一次请求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把它定成一个全局的，然后这里呢每一次发送请求呢我都创建一个新的控制器，把这个新的控制器呢跟这个请求进行关联。那什么时候取消呢？每一次发请求之前就要取消。你看我在创建这个控制器之前，说明这里边保存的就是上一次控制器是吧，如果说上一次的控制器有值的话，那么我就给你调用 abort 把上一次取消掉就完事了。咱们来看一下吧，首先试一下功能，一二三没问题是吧，四五六没问题，随便快一点写呢，然后再删除掉也没问题了。然后打开控制台呢，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报错，这个错误是正常的啊，因为它取消过后呢，它会导致这个 promise 呢变成失败。如果说你看不惯这个错误的话，你可以用一个 try catch 啊，然后呢下边打印一个吧，打印 abort 保存，看一下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随便写啊，你看之前的请求都被取消掉了。看一下 next work 呢，你看这些请求都被取消掉了啊，取消请求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哈。将来如果说你们做一些别的需求，像什么图片上传，你上传了一半我不想上传了，我要取消，那么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啊。